是啊，我操，兄弟们，这把翻盘太帅了，我们这把真的很难打，感觉阵容也没对面好。哎，这波不能死，兄弟。能跑吗？闪现了，还行。大路。杀你兄弟，我不可能杀剑姬的呀兄弟，你要搞清楚，知道吧？先让他把他的鱼用了，我再过去。漂亮。能一波吧，这风女你不上线，这风女挺离谱的，文档好，
命啊。我如果直接一过去的话，他还是可以交闪现躲我技能，我感觉怎么样我都要死了，对不？可惜。Here we go.